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家閣九龍豪宅的 Tommy Wong， 今天有個筍盤想介紹给大家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位于何文田常勝街的大型屋苑浩田。浩田分了九座，一共提供1429伙，属于何文田区内最大型的住宅屋苑。屋苑创了大量的绿化空间作为布局，室内会所面积更加有35000平方尺。屋苑的正中间位置更加是采用了拱门的设计，非常之有气派。今天同大家看的是位于五座高层的 F 室，实用面积587尺的两房单位。单位客饭厅分明，而在饭厅的位置业主做了一个储物柜，增加了收纳空间。露台外望是非常之开扬的景观。厨房其实一入门口就会见到的了，而且在门后面做了个小玄关位，放了个鞋柜，而且也有对流窗。主人房除了光线十足之外，其实有个衣柜位是放业主摆放一个大衣柜。客房同样是做了一组入场的组合柜。客厕方面都干净企理，而且有窗添。如果大家对我介绍的单位有兴趣，又或者有其他物业上面的问题，欢迎随时打俾我，我电话是92023557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